鱼儿朋友们大家好，到今年我们张健疗法已经开始应用了19年了，借着19年年庆的机会向大家表达一下我的感谢，这个谢谢多年来大家对张健疗法的支持和信任。我开始治疗这个鱼鳞病是为了我的女儿，因为我女儿是鱼鳞皮肤，属于寻常型的，我带着孩子去了各大医院去看，这些医院的这个大医院的大夫都说治不了，因为是基因问题。